西方极乐世界两种人，这意要知道他这个是要多单纯呐、啊！两种人，一个老师，阿弥陀佛是老师，往生到西方极乐的人都是学生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人每天干什么事情？上课啊！啊，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了，这个是往生的这祝诸菩菩萨天天听佛讲经。 听佛教诲啊，他没有妄想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啊。他那个地方学习确实没有中断啊，日夜都没有中断，极乐世界没有日夜，比这个天人高啊。 啊，色界天就没有日夜了。啊，所以用我们的话来说，那个地方是学校，是佛学院。啊，宇宙之间，阿弥陀佛办了个佛学院，十方诸佛如来，你看没有一尊佛。 不劝他的弟子们到极乐世界去上学去，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就到极乐世界上学，啊，咱们现在讲留学了，到极乐世界去留学，啊，到那边去肯定成佛，而且非常快速。 啊，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十二劫就成佛了，啊，这是《观无量寿佛经上》上释迦牟尼佛讲的话，这决定不是假的，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要想成佛，佛说了要经过无量劫，到极乐世界十二劫。 你看看省了多少时间啊！这讲的最慢的啊！如果你是修行功夫还不错，你能够中上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大概这两级三级就成功了。如果真的念到离心不乱。 大彻大悟这样的人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。生十报庄严土啊，啊，他不是同居土，也不是有余土，啊，他直接就生十报土。啊，这些理、事、佛都在经上跟我们讲的这么透彻，我们要感谢。 这是佛对我们的大恩大德，我们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念佛这个心才真正发得起来，啊，真干了，真念佛了，啊，为什么？我对这个事情搞清楚了、搞明白了，我对这个世界也搞清楚、也明白。